这儿了，来，叔叔，快点，快点，上点心。啊，快点，怎么样？不是你这身衣服太穿的太暗淡了，太居家了，看着。怎么暗了？这是大牌子。那大牌有什么用啊？ 他这一身动物就没看出这个大牌哪点好，你穿上也不好看呀，又是狗熊，又是什么鸟的，什么大牌啊？你懂不懂啊？不是，这，还猴老贵。谁呀？哟，花猫啊！阿姨。来来来。 我跟有点事儿，来来来，进来进来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是这样，那个金亮和小米儿不是出去玩去了吗？然后呢？啊，这我知道。您别太着急啊！不怎么了？没事，那个他们呀吃的有点不太合适，啊，食物中毒了。啊，您别在哪儿呢？现在在医院呢，控制住了，控制住了，在医院。赶紧带我去！哎呀呀呀，干嘛？那什么。 您不换件衣服，没人看我，一老太太，快！不，阿姨，阿姨，您还是换件衣服吧。您省得后悔。哎呦，我后什么悔呀？我赶紧去吧，换衣服我才后悔呢。您跟我说，一会儿孩子出事了，您还是穿个停留底。我是停留，赶紧。阿姨不用跑这么快。哪门了？这门，这门，这门。哎呀，停西门可麻烦，您是哪儿？急急忙忙坐什么车？小米生病了，在医院呢。小米生病了，哎。 你需要一个男人，真的。这个时候身边需要有男人的。这怎么样？啊，这行了吧？往哪儿看呢？啊，不是，这身确实非常成功，真的非常好，但是呢，不适合那个场合，适合跟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穿。 你明白吗？你想什么呢？不，不开玩笑，真的，那个场合不适合，真的，真的有点太那个了。这个你不能是暴露有点大了，跟老公单独在一起，我喜欢这种淫的，那么没劲，我不想叫别人分享。这样，你这换个这个，就你色彩再艳丽点吧，大红大绿。谁结婚呢？喜事，来，色彩艳丽点啊。好，最后一次，看着还有点味道。 师傅，一定要跟上前面辆车子啊！不要让他把咱们落掉的。哦，你看他吃的好嘛，要记住啊。我们敏儿打小就不愿意到这种地方来。上小学时我就老问他，我说妈带你到山里玩玩去，我不去，我不爱去那种地儿。肯定是小亮非拉着他来的。吃什么农家饭呢？神经病啊！ 那东西能洗干净吗？能不吃坏了吗？阿姨，您也别太着急啊。现在病情都控制住了。这是控制住了，这控制不住呢？这哪有医院呀？山里头，又拉又吐，再发着高烧，怎么弄啊？多危险呢！小子从小就喜欢安静，跑这么老远吃饭来，这肯定是你家小米的主意。行行行，我们家小米主意，行了吧？ 跟小亮没关系，小亮是被他生拉过来的，好不好？跑这么老远吃什么饭了？你说这两个人？哎，叔叔，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，就是买这车买的，我跟你说，没这个车就跑不了这么远。
定要跟上前面那车子啊，不要让他给咱们落下。你要丢掉他的，我找你啊。哎呀，这个苏欢也真是的，出了这么大事情，总得有个男人跟着才行啊。人呢？这是个啥？这什么地方？这是，啊？这是医院吗？啊，是，就都在上面，都在上面呢。阿姨，您先稍等一下，我上去联系一下。阿姨，还联系什么呀？在哪儿呢？他们？哎，您快问，就在这儿，是这医院吗？对对对。您听听，美吧？那个叔叔阿姨，到这时候我也不能瞒二位了。啊，今儿是金亮和小米的结婚典礼。哎呀，快着吧，爸！阿姨，咱也走吧。小米有着急了，怎么个情况？就在那上这是啊？啊，慢点，慢点，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，您也慢点说。